好大啊，这是不是不太一样？是啊，是不是不太一样？你这个很适合上课的时候。我也觉得，我一起来回答问题就。我先叹一口气，然后开始转这个。真好，因为我用了啥机油洗的？汽油没用啊，我真的没有。还有茶。没事，就当饼干了。我怎么这么搞笑？干嘛呀？为什么你的这么多？为什么？还没有打招呼，打好了。我喜欢画的漂亮。小凡，
考试干嘛去了？面试考试。你当时没考、啊？对，我说我还没考。为啥？我在家里。哦，你生病了。你还是身上有值得分析的东西的，对吧？啊、哦，你说很凌乱，对吧？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。就差不去点金玉石了。傻逼。你排了一节课、啊？没有没有，刚打开。它没电了。对。啊，关机了。撑死了。走吧，去走路吧。走吧，我们要不散步？轰轰烈烈大部队。看不清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但是几点了？八点多，八点十五。吃十分钟，八点十五对。那亮光。哇！撞在我脸上，好大一个钟啊！咋回事啊？没事吧？你竟然能看到他？我都没看到他。飞过来了呀！撞到我之后，我才反应过来。那你以为我在躲什么？我撞过去是有虫，然后我撞了他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我没看到他。但再往前走就是男寝了。哦，走这。女寝在哪里？女寝在后面，防偷窥。哦，我们的寝室这个楼看起来好高端啊！哎，真的，好好。要是我们大学住宿舍有这么好，我就满足。不过我估计是没有的，还独立浴室呢。